又买的啥是啥？买的菜呀、啊，80块钱，有了。买什么东西啊？80块钱？牛奶、馍馍、小蒜黄瓜、石兰花。这啥意思你？你准备今天给我做点好吃的？啊，给你补一补呀。哎呀，紫薯，还有这个红豆，熬个粥。嗯。整点小菜，你不是也吃一下饭吗？昨天。你这搭配的是？紫薯、花生、红豆，营养粥。天十二选绵粥。然后把这个罩扣上，耐热抗造。我就发现你现在还挺喜欢用这个的啊、哦！这个好用啊，多方便呀、啊！这每天早上送米果的时候，嗯，我就把这个提前预约上了，早上就可以给他喝，多方便是吧？而且我喜欢这款破壁机啊，它有低音功效啊，声音不嘈杂。你这真是有心了啊！再卖个西兰花吧。嗯，还有啥？不小串串吗？搞个小串串。没了。还要啥？不够吗？营养全在那个粥里面呢。嗯，也行，反正最近我食欲也不太好，所以说呀，给你想个办法，给你调呀，给你搞得尽量搞得丰盛一点，是不是？可以嘛？让你吃好，有劲儿了之后好好干活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把我补好，我赶快让我站起来，动起来是吧？干起来是吧？那肯定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两招。哎呀，我看你是已经用不上了。哎呦，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哎呦，还摆了点花样。可以吧，这样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这个好了。嗯，再讲。补肾补脾的这是，特别好。你看，嗯，刚刚好吧？你看，还把这一碗。嗯。这小熊破壁机听起来挺方便的。首先把它冲一下。你不爱洗碗的人，你都不嫌麻烦了啊？这个洗起来简单呀，方便呀。嗯。你看这个地方就开关，掰开以后，里面一拔一拿，它出来了。然后这一个小刷子，上面其实也冲干净了，大概刷一下。然后这样子，把它一按，下面这样一扣就好了。你别说，你这几个小菜还挺别出心裁的哈、哦。那必须啊！你先尝尝这个，嗯，味道可以吗？必须的，可以。好不好吃那个？嗯，就酸酸的是吧？嗯，爽口。酸儿辣女，知道吧？你没有酸谁去啊？你酸我？你酸谁？不给力咋咋回事？你是啊？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这可笑的哈！哎呀，这个月又没希望了，我看。昨天我视频发出去以后，很多网友也挺关心我的，就是问我身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呢就是每月一次的啊，这个一到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气血特别虚，所以呢，孩子爸说的这个二胎这个事情，我估计我可能怀不上了。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哈、啊，当时要米果的时候就是很难要，很难怀上，最后就哎有了米果了，后面。我也没这个打算了，这孩子爸不是有这个心思吗哈，但是就是要不上，是你的原因、啊、是不是我的原因啊？你老是矛头对着我，最终是不是你这儿有问题啊？我这几天问题没有啊，你这几天到晚这虚那虚的，肯定是你的问题啊。我这辈子我看了，没有抱儿子的命，没有就没有呗，有抱儿子的命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呀，你又能好到哪去呢？而且你有儿子，你还要准备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？要不然你看，把这位急了，上蹿下跳的。这个只有喝中药调理一下，知道吗？苦药汤子我就不想喝。